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大会，欢迎我们新的领笑员郭京飞老师。我们欢迎宁静。今天是上位区的比赛，赢了的那个就直通半决赛。我很讨厌上班早起，有一天我起晚怕迟到，打了个专车，上车发现司机是我老板，他看着我，你好像要迟到了呀。男的就是会时不时做一些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个世界上只有男的走在路上会突然间莫名其妙就要投一个篮。那一下真的绝了，我们家不重男轻女，生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受重视。你要敢抱怨我的父母说你怎么都不关心你的孩子，他就会说怎么了，那不还活着呢吗？让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。